尊敬的老师、同道，大家好。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清华简中与乐相关的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在去年底刚刚完成复原，包括古乐书两种，都是前所未见的异集。我们试题为五音图和乐风。下面呢，分别对这两篇内容呢，做一简要的一个介绍和初步分析。五音图的结构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所以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五音图的复原过程。这个复原思路现在讲起来相对简单，但在编连缀和探索时，我们实际上是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五音图现有竹简35支，长度呢是在 19.3 厘米，它有两道编绳，除了编绳之外，这个竹简上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编连信息，这是简备的情况。竹简正面的情况呢更复杂，按照它所记载的内容呢，我们大致给它分了四类。第一类呢是这个竹简的上面记载都是这样的墨块啊，有的上面有两个，有的上面有一个，位置是不固定的。第二种呢就是这种斜线的线条。第三种呢，上面记载了音名，那么音名呢，通常都是正反书写的，还有一些大小啊，这样一些词。第四种呢是空白简，有一支。那么面对这些竹简啊，包括竹简上的文字有正背书写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第一步就是根据它的编绳的位置，统一竹简的方向。这一篇竹书啊，这个相对运气好的一点是两道编绳距离两端的位置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它距离这个位置的不同，可以把竹简的这个方向进行统一。那么再根据每个竹简上面气口的位置去确定竹简的这个正确的啊，或者是统一的一个阅读方向。通常情况下，根据我们多年的观察，气口的位置呢都是在这个竹简的右侧，这样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方向。方向确定好后，对于竹简内容的编连和缀合啊，它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在中间会有线条的这部分内容，经过我们反复的尝试，将它复原为一个五角星啊，这个五角星缺了一支简啊，但是它的绘写方式是和我们现在画五角星的方式啊，几乎是如出一辙的。那么有了这个啊，第二个突破点啊，就在于我们看五角星的上角啊，这个地方也记载了一些文字。这个记载的文字属于公组的音名的内容。那么它的特点是记载了一个音名加上一个末丁啊，在一个音名，在一个末丁啊，在一个音名，一个末丁啊，所以呢，每个音名后边都有一个末丁，这样我们就想到了啊，这个竹简中啊，为什么有很多简上只有末丁？同时呢，剩余的内容啊，正好在这个五角星剩余还有四个角，所以我们根据这样一个提示啊，就想到剩下的音名可能是在每个角的方向依次来书写的。这样呢，就推拟出了这么一幅图。竹简剩下的内容也恰好可以按照这个结构啊，给它排列出来。也就是说，这按照五角星的每一个角的方向啊去书写音名，每一个音名后边啊间隔一个末丁。此外啊，剩下的那一支空白简，我们暂时把它放到了这个本篇的篇目最后一支竹简。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竹简的方向整个要颠倒过来啊，要旋转90度，那么这一支简的方向就有可能会放到这个首简的位置啊，因为转过来之后它就是篇末就在这个位置，所以它也有可能放在首简的位置。无论如何啊，这个是不影响我们对这个主体内容啊它的结构的一个复原。同时呢，即便我们把这个图的方向倒置，
有一点好处就是公组的音名的这些音名，它的这个文字的方向就正过来。但是呢，它同时是与这个气口的位置相矛盾。我说无论如何，它是不影响我们对这个结构的理解，同时也不影响对于这个图，我们可以从公组啊来进行阅读。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图是存在倒置的一种可能的，因为它不影响我们阅读，所以我们暂时就按照气口的位置对这个竹简的方向进行了这样一个排列。接下来的一步呢，我们根据这个五音图现存的内容做了一个模本，然后把这个竹简的所有的这个间隙呢进行拉近啊，我们这样就可以看到啊，这个竹简在编年之初啊，这个很可能是接近一个正方形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它是这个先编年，应该是先编年后回写的啊，因为如果不是先编年，中间这个五角星是很难完成的。它的整个形式呢，我们说近似于一幅帛画啊，它很像那个青花县市法啊，它的那个人参图和挂位图部分的啊这样一个回写方式。同时呢，我们对这个五音图呢做了进一步的这个复原，就是因为现在有缺减，所以我们尽量把缺减的内容补足啊。那么在中间五角星的部分，它缺的这部分线条啊，应该是这样一个内容啊，我们在青花县剩余的篇目中是没有找到这样的内容啊，所以可以现在呢，它应该是完全遗失的啊。那么同时呢，在音名部分啊，它应该还缺一个音名，就是在这个语组的这个高音区有一个中啊，这个中是一个摇坠啊，但是它的摇坠呢是根据它的那个边绳的位置啊来确定。那么在相对应的这支箭啊下边的直组的这部分啊，应该还有一个音名。从后边的这个训法来判断，这个音名应该是训。会有争议的啊，就是这个右上角的这一部分啊，我们在这里边因为右上角有两支箭，上面是有残缺的啊，它恰好残损在这个可以记载音名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所以呢，有可能还会记载一个音名啊。那么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第一支箭的上端是没有这个末丁的，所以这个按照这个记载的规律啊，每个音名下面都有个末丁。那么这个如果有音名，它的末丁呢，应该是在第二字的下方啊，或者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单字的音名啊，是一个从来没有出现的音啊，那么或者呢它是中反啊，记载的反下。那么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推断呢，是因为在它的对角线的位置啊，角组的这个左角和角反啊，它的这个末丁都是记在第二个字下面。当然，这个位置有可能是书写空间不足所导致。所以呢，这个中反和它的推拟是否成立是存疑的啊。我们只说存在这样一个可能。那么根据这样一个情况啊，我们说五音图记载的音名原来有24或者有25个啊，现存的23个啊，情况大致如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对五音图的一个初步的看法啊。五音图最中间的这个五角星的部分啊，它代表的意思啊，容易让我们讲到这个《淮南子》的地形训，说这个变宫生徵啊，变徵生商，变商生禹，变禹生爵啊，变爵生宫。我们看这个五角星的连线，就是先由宫组到徵组，由徵组到商组，商组到禹组，禹组到爵组，爵组再到宫组啊。那么《淮南子·地形训》的这部分记载啊，其实是脱胎于管子的地源，所谓的这个三分损一法，也就是五音生成的这个顺序。那么只是呢，地源里边啊，只到了这个爵啊，这个只到了禹生爵的这一步啊，还没有记载这个爵到宫啊这个循环相生的这条线啊。我们的这五音图中的表情啊，是反映了一个循环相生的这样一个过程，最接近这个地形训啊。高有柱说这个
所谓的这里的变就是画啊，我们指的这五音五角星部分就代表了五音的啊这样一个生成和变化的这样一个顺序。五音的用字啊，宫止商羽角啊，用的这五个字啊，每一组所记的音名啊数量不相等啊，但是他们呢，大多这些音名都有修饰词啊，现在已经见七种。根据这过去在曾侯乙墓编钟中、出现的一些修饰词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啊，各族音名应该是按低音到高音逐次书写的啊。那么这七种啊音名修饰词，它应该具有两两对应的特点。那比方说，我们看的有左有右啊，有少有大啊。那么比较容易判断呢，就是反应该和这个是啊这两个字呢应该是一对。那么这个字呢，过去有很多讨论，学者们有很多讨论。在郭店见老子甲中，就是五强之强为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转，转曰反啊。所以呢，金本的这个是字啊，就对应的是这个是。说文说是是王也啊，它的词义呢，我们说正好与反是相对的啊。所以我的一个看法呢，就是这个字啊，它左侧所从的这一部分啊，声符所代表的这些字，在修饰音名的时候，很可能要读成这个“是”字。另外，必须要指出的是，古代的医家啊，曾用这个音名啊去命名经穴啊，主要见于《黄帝内经》啊，这个《五常正大论》啊，《六元正气大论》《阴阳二十五人》和《五音五味》这四篇。我们这五音图中所记载的音名呢，在里边大多都有体现。比如过去不容易想到是用来修饰音名的左和右啊，在这个五音五味里边就有记载说左商与右商同左手阳明上啊，现在这个左商和右商在这个五音图中都是有记载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我们说这个与上相对应该还有一个音名修饰词是下啊，那国语中就记载说这个景王问这个钟律啊，像这个林周鸠问这个钟律的时候，林周鸠回答时啊，就特别举了上宫和下宫两个音啊。上宫呢，在我们这个图中已经出现啊，所以呢，这个修饰词的下啊，应该也是存在的啊。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曾侯乙墓编钟》啊，铭文里边是经常看到一个音名叫下角的啊，这也能足够说明修饰词下的这样一个存在啊。再有就是，五音图一个特点是没有记载正音，那么这个正音啊，我们认为应该是在左右之间这个中间的位置。这里边也可以这个指出一则材料，就是在新出的齐国实情中是出现了这个中商啊这样一个名字，那么我们认为中商啊应该就是正音的一个反称啊，就是正商，也就是商。那么根据这样一个啊音名修饰词的这样一个推理啊，我们就可以形成当时的一个基本表音的体系啊，把这些九种修饰词啊和这个五音相配啊，我们就可以形成45个音名。那么这个音名啊，我们在五音图中直接出现的，我们就直接写了；在其他的文献中，出土文献也好，传世文献也好出现的，我们用了实心的这个鱼尾号。那么还没有出现的音名呢，我们暂时用着空心的鱼尾号，相信未来的发现中啊，会陆陆续续的会看到它。那么五音图还有一个特点啊，值得注意的就是各组的高音啊，它有单字的高音，这些高音呢和过去的记载有一些不同，比如说中组啊，这个鱼组的中字在曾侯乙墓编钟中呢是属于直组的高音。还有这个直组的这个训啊，我们说这个训在曾侯乙墓编钟是属于公组的高音啊，这都是有矛盾。同时呢，在这个公组我们还看到了这个从言从可的这个字，这个在楚文字中通常啊都是用作歌曲的歌字啊，这个歌字呢啊也是一个新建的音名。我们在整理这个齐国实庆中啊也看见了这个音名，但是它是否属于公组啊，在实庆中是否属于公组，这个我们现在还不能判断。那么根据目前所看到这些情况呢，
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五音的高音可能有不同的专名，但是它们的使用并不严格啊，因为目前看到的这些高音所在的这个位置啊，确实是有矛盾。同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九种修饰的这种音啊，音阶异名，它的音程问题啊。我们知道，先秦乐器所能演奏的音域啊，目前来看是以增厚以目编钟能够跨的这五个八度是最广的。但是呢，五音图中修饰音名的词和我们据此而推断的啊，这些修饰词啊，应该有九个。远远超出了这样一个数目啊。那么，如果我们还按过去的这样一个理解，是不同的音名修饰词之间它的音程跨度是一个八度来理解的话，啊，那么这个音程呢，整个要有九个八度之多啊，这是很难想象，可能其中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么过去呢，这个学者们已经指出了增厚以目编钟中的铭文呢，也有音名相互抵触啊难解的地方。比如说是这个中下一啊，第一号这个中，它正面标为宫啊，反面呢，出现了这个卓文王之宫，同时又出现了这个卓文王之世宫啊，这就是有一定的矛盾。那么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有几个啊，过去的学者们都已经指出过。对于这个问题怎么去解释？那我们一个粗浅的看法呢，也是觉得这些相邻的修饰词之间的音程啊，可能本来不是固定的。标音体系呢，只是在理论上用于区别音阶的相对的高低关系。那么，它们只有在进行具体的音乐实践时啊，才会形成一个具体的音程啊。这只是一个粗浅的看法。那么，关于五音图的用途啊，这里也做一点猜想。我们说啊，前面我们推拟的这个表格啊，一个标音体系，它至少要含有基本音阶名45个，这还不包括那些单音啊单字的音名。而五音图呢，只记载了24个音名，或者说有25个啊。可见呢，五音图并非是一个以完整阐释音乐理论体系为目的的这样一个图谱啊，它更可能呢用于某种具体的音乐实践。那么在先秦的乐器中啊，这24或25这个音名最容易让我们想到的就是那个瑟。瑟在战国时期楚地呢是非常的流行的，考古发现了不少啊，有几十件啊，其中呢以25弦占最大多数，是一个长制。那么其次就是23或24弦啊，从弦数来看，无论是24弦还是25弦啊，我们这个图啊都有可能与之匹配啊。比方说，如果这个地方它没有这个音名啊，它就是24个啊。那么如果有这个，它就是25个。那么还有一点啊，值得注意，就是五音图里只有音名啊，没有律名啊。这一点呢，也和这个瑟啊，它这些所使用啊五声音阶这样一个特点啊，可能相匹配。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庄子的《徐无轨》里边就记载了这个瑟啊，可能是用五声音阶的。当然，这只是我们对五音图用途的一个猜想啊，这是不足为惧的啊，大家还可以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接下来呢，第三部分我们来对这个乐风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乐风的复原呢相对容易一些啊，它简约有刻划痕迹，我们根据这个划痕来排序啊，就把它完整的复原出来。当然它其中是有两枚缺节，还有一些残段。乐风的剪长是非常特别的，它只有9厘米长，是目前所见长度最短的一个战国竹书。它这种小巧的形式是便于携带，所以它也是一定是有一定一个实用功能的。乐风的正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简文的这种抄写也完全展示了这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写完了是有大段的空白的。那么在第一部分的最末尾书有乐风两个字啊，我们就用摘自命篇的方式啊作为本篇的篇名。那么乐风呢是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啊这个词
说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出尧山始作乐风。郭璞柱呢，就说他是创制乐风曲啊，所以这乐风呢，应该是指歌曲的意思。那么前一部分啊，它的书写呢，比较有特点啊，都是两个字加一标点啊，这两个字呢都是音名。它一共呢有17组啊，每组呢似乎是一节，其中呢只有第六组和第十二组是用了特殊的啊音名啊，其他五组呢都是两个正声。第十二组这个木啊，是见于这个楚王演章中曾侯乙墓编钟的啊，应该是一个变音。那么这个指地啊，过去是没有见到的啊，应该也是一个变音。怎么去理解呢？我们这里边只是做了一个假设。说文说这个重浊音为地，先秦时期呢，这个清浊可以表示高音和低音之差，所以呢，这个指地呢，也可能代表了这个是浊音。无论如何啊，乐曲谱在这两个地方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他们所处的位置来看，恰好是帮把这个曲谱等分为三段，每段呢都有啊五组这个音名。那么结合这个音名一词啊，这个格式呢，容易让人想到那个《诗经》篇末所记载的三章章五句的这样一个标注。比如说这个少南的《江有四》，秦风的《无衣》，正风的这个《疏于田》啊，都是属于这样一个结构啊。所以呢，我猜想啊，这个乐风呢，很可能是这个诗歌的一个配乐。后一部分的内容啊，就比较古奥了啊，令人费解。那么其中呢，有两个字啊比较特别，这部分内容呢，都是以啊这个从密从切啊和从密从曲这两个字啊。我们姑且把第一个读成接，把第二个读成曲啊。这部分内容是以这个接某某曲某某，或者是某某曲某某为基础格式的。这个格式以前没有见到过啊，这里只能做一点猜测。那么这个接和曲的这两个字啊，也没有办法确定它的解释啊。我们这里边也是做一点猜测啊。那么这个字我们试读为接啊，接续的接啊，就训为序。怀疑呢，这两个字可能是指前面标注的两个音要连续的演奏。那么曲呢，从这个曲声，我们试读为从言从出的这个曲啊，在《礼记》啊这个正注中就说它是绝指嘛。那么怀疑呢，这个字呢是指两个音啊要停顿演奏啊，那么是和这个前面的接啊相对应啊，这也是一种猜测。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曲"前后的这个词啊，是有明显的等词关系啊。在残存的简文中呢，已经出现了五种啊，包括这个"西夏"、"西上"、"大夏"、"大上"还有"少夏"啊。他们大致看来也有两两相对的规律，所以呢，我们推测啊，应该还有一个与这个"小夏"相对的"小上"啊。那么这样还原了之后呢，这里边这个"西"可能要读成次啊，这样呢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大小之间啊，完整的这个等序的排列呢啊，可以做这样一个推测，就是大上啊，下一个是次上，再下个小上，再往下是小下、次下、大下啊，这只是一个推拟的这种可能啊。那么这部分内容代表什么啊？现在很难判断，但是呢，这个我们知道，既然是一个曲谱啊，记载乐曲的音高是前面第一部分所记录的，那么剩下要记录的啊，包括乐曲的音强、节奏或者是技法啊，这就是后一部分有可能的几个方向啊。那这一部分内容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去破解。那五音图和乐风的形制和字迹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在整理的时候也没有过多的将两部分内容呢进行直接的关联。这个是需要这个指出的啊，但是呢，他们对于中国早期的乐理体系以及先秦音乐史研究啊，无疑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么近年来，我们也听到啊，也去专门考察过这个荆州王家嘴啊，M798号墓也有铸剑乐的这样一个出土啊。那么
上面所记载的内容呢，也许与墓中铜铸的那个色，它的演奏的指法相关啊，这是和我们这个青花简中两篇乐书啊完全不同的一个内容。这些新材料，我们说是应该是继曾侯乙墓编钟之后啊，这个先秦音乐史上又一个重大发现啊，他们一定会对相关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呢，只是在文本和著述复原上做了一些基础工作。希望呢，将来对早期先秦音乐感兴趣的，以及先秦音乐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啊，能够对我们的材料呢更多的关注，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啊，我的报告呢，到此结束，谢谢大家。